大嘴试试我的庭院关卡，那巴拉巴拉巴拉，玩法是疯狂博士，我打最优解是1100阳光。OK， 植物只有这么点呀？操他妈的，有竹笋，还有东京骑士，看来是要卡竹笋的。这里有一个磁力锅，老大要第一个解决它。哎呀，小鬼头脑袋小小的，还是有点聪明的呀。跟着老大久了，我也会拍马屁了。先用机甲橄榄球把第四行的植物推掉。有450的阳光了，用矿工僵尸攻击第五路，三爷用炮灰僵尸挡一下伤害。好耶，老大，我动动竹笋了。东京骑士扔小竹笋在铁桶僵尸就好了。 Later， 再用铁桶僵尸，因为有热辣海藻，所以铁桶僵尸能去第二行吃掉热辣海藻。老大今天怎么这么厉害？你不是我认识的老大，你到底是谁？老大，现在我是谁呀？我是老大。你干嘛？哎呦！接下来用一个普通僵尸去吃掉魅惑菇，再用小冬青卡竹笋。这下第一行也解决了。最后第二行只要用一个铁桶僵尸就行了。老大，最后还剩1050，比小僵尸少了50。What？ 怎么会这样啊？